Thank you.
弟兄姐妹们平安，感谢主，他有说不尽的恩赐。今天我们来到九月份的第二个礼拜，我们的题目是永存的建造，取材于哥林多前书三章十节到十七节。请各位预备心，领受神的祝福。我们的帮助是靠造天地万界的名，他所承受的万代，愿恩惠平安从父上帝，并主耶稣基督归你们。阿们。住在圣殿中，住在圣殿中，今天我们的题目是永存的建造。那你今天的题目就是永存的建造。经文说，经文怎么说？若有人用金银宝石、草木火炬在其上建造，那有人用金银宝石、草木雕刻在这个根基上建造。立好的根基就是主耶稣基督，立好的根基就是耶稣基督。草木火炬的工程，就是草木火雕。当火发现的时候，当火发现的时候，并不能存留，必被焚烧，会焚烧。但是金银宝石的建造，就是用心灵的建造，必定是果尽存，就是给你是果尽存，荣神益人，荣神益人，并且配得神的奖赏，我得到上帝奖赏。我们唱诗第一首，咱唱到吟诗头一首。我们低头，然后三个低头。亲爱的主耶稣，
亲爱的天父，我们感谢赞美你，我感谢阿罗你是我们的智慧勇气，让我们有智慧勇气，在我们生命的建造，让我们的生命的建造，属灵的建造，要属灵的建造，跟侍奉的建造，要侍奉的建造，拣选金银宝石永存的价值，教导我们做一个永存的建造，愿神保守赐福，奉主耶稣圣名求你，阿们。我们在唱诗第二首，现在我们读起应经文，彼得前书第一章22-25节，彼得前书头一章22-25节。今天的起应起自于彼得前书一章22-25节。由台上来起，弟兄姐妹们来应，你们既应顺从真理，接近了自己的信，一直爱弟兄没有虚假，就当从心里彼此切实相爱。你们梦了重生，不是由于能坏的种子，乃是由于不能坏的种子，是借着神活泼长存的道。因为凡有血气的，尽都如草，他的美容都像草上的花，草必枯干，华必凋谢。一起，唯有主的道是永存的，所传给你们的福音就是这道。起音到这里，我们唱诗第三首。那三个吟诗第三首。
竭心跟随，我主不在，偏心里中和气。请会站立，我们要宣告我们的信仰。请大家站起来，我们的宣告我们的信仰。使徒信经，使徒信经，让我们以历世历代信徒以教会献度我们的信仰。使徒信经，我信上帝全能的父，创造天地的主，我信我主耶稣基督，上帝的独生子，因圣灵感应，如同圣灵玛利亚所生，在本丢比拉多手下受难，被钉于十字架，受死埋葬，降在阴间，第三天从死人中复活升天，坐在全能父上帝的右边，将来必从那里降临审判活人死人。我信圣灵，我信圣而共治教会，我信圣徒相通，我信罪的赦免，我信圣体复活，我信永生。阿们。请坐。请坐。请各位打开圣经，我们看哥林多前书第三章十节到十七节。那天回来圣经来上课读哥林多前书第三章十节到十七节。保罗说，我照上帝所赐给我的恩，不如按你讲，我就想着说好我的恩。好像一个聪明的工头，亲像一个聪明的工头，立好了根基，立好了根基，有别人在上面建造，有别人在上面建造，只是个人要谨慎，怎样在上面建造？就是大人要谨慎，怎样在上面建造？因为那已经立好的根基就是主耶稣基督，因为那个已经立好的根基就是耶稣基督。此外，没有人能立别的根基，除外无人会要立别的。有人用金银宝石，那有人用金银宝石，草木禾秸，草木雕刻，在根基上建造，那在根基上建造，个人的工程必然显露，那人的工程就必然显露，因为那日子要将它表明出来，因为那日子将它表明出来，有火发现，有火发现，这火要试验个人的工程怎样，这个火要试验大人的工程怎样，人在那根基上所建造的工程，人在那根基上所建造的工程，若存得住，那要存得掉，他就要得奖赏，他就要得到奖赏。人的工程若被烧了，那些人的工程若受烧了，他就要受亏损，他就要受亏损，自己却要得救，家己却要得救，谁能得救？谁能得救？好像从火里经过的一样，那亲像从火里经过一样。岂不知你们是上帝的殿？也不知道
恁是上帝的殿。上帝的灵坐在你们里头吗？上帝的灵站在恁里面吗？没有人毁坏上帝的殿。那有人毁坏上帝的殿？上帝必毁坏那个人。上帝必毁坏那个人。因为上帝的殿是圣的。因为上帝的殿是圣的。这殿就是你们。这个殿就是恁。现在我要分享主的道。现在的分享主的道。在我们所读的经文里面。在我们通常所读的经文里面。保罗说：“我照着上帝所赐给我的恩。”上帝保罗讲过，就是上帝赐给我的恩。好像一个聪明的工头。那亲像真聪明的工头。靠着主立好了美好的根基。就着主所立好的根基。这根基是主耶稣基督。这根基就是主耶稣基督。然后呢？然后呢，让别人在上面建造，然后把人在顶面的建造。在这里提到有两种不同的建造，就有两款无相像的建造。根基是一样，就是根基是相同，但是用材不一样，就是用的材料无相。有的人用草木活祭来建，有的人用草木活的场过来建造。但是有火发现的时候，当时有一个火来烧的时候，这个火要考验他的工程，就是火要考验一个工程，因为是草木。活界那是差不多过，是轻松，是轻松的，而且是便宜的，就是新便宜，没有永久的价值，就没有永久的价值。所以火一发现的时候，那是当这个火发现的时候，这个工程就被焚烧了，这个就火会焚烧了。工程被焚烧以后，这个火会焚烧了后，根基还在，这个根基要得的。所以这个人可以得救，我这个人也要得救，但是的工程不能得救，从这个工程上没有得救。所以他好像被火中抽出来一根柴一样，他真像就从火中才抽出来一根柴，一点也没有价值，一点也没价值，一点也没有荣耀，一点也没荣耀，因为他的建造不是永存的建造，因为建造不是永存的建造。但是有另外一种人，总是有另外一个人，根基是一样，就是根基相款，但是用材不一样，就是用这个材料不相的，因为他是用金银宝石来建造，就是一种金银宝石来建造，金银宝石是宝贵的，就是金银宝石是宝贵的，是经得起考验的，经得起考验，因为金子经过火炼，就是金经过火炼，比金金更。更宝贵，这个金金更云经过溶解，这个银云经过这个去溶了后，它这个渣滓都浮上来，就这渣滓在火里面。当渣滓被除尽的时候，这个渣滓被除尽了后，炼云的人的脸就反照在光面的云层，这个云光彩就发现在这个光的里面，它能够反照主人的荣光，用环球主人的荣光。钻石是非常宝贵的，钻石是非常宝贵的，因为经过雕度以后，经过这个雕刻以后，它能够成为王冠上宝贵的珍品，要叫这个王这个花冠的这个珍品，它要叫王得到荣耀，这个王得到荣耀，叫主的尊贵得到称赞，主的尊贵得到称赞。在这里我们看见，刚才我们看到根基是一样，这个根基是相款的，但是智慧的拣选跟愚蠢的拣选，这个永存的拣选是跟以前的拣选是不相的啊，它这个有不同的材料，因为不相像的材料，结果是完全不一样的，结果是拢不相的，一个是永存的，这个是永存的，一个是被烧毁的，这个是烧烧毁焚烧。其实主耶稣在登山宝训里面，就是主耶稣在登山宝座，马太福音第五章到第七章，马太福音的五章到七章，第五章到第七章，登山宝训里面，登山宝训里面，也讲到两种不同的建造，就是讲到两项的建造，一种是在磐石上建造，这项就是磐石顶的建造，另外一种是在沙土上的建造，另外这项在沙土里面的建造，在那边所讲的用的材料是一样，对啊，所讲伊所用的材料是，但是呢根基不一样，就是根基无相像，所以当水来的时候，当水来的时候，风吹雨淋，就是风吹雨来压去，而且水冲的时候，水冲的时候，那个沙土上的建造，就是沙土上的建造，就完全倒。它毁坏了，完全是毁坏了，被水冲走了，最后冲走了。但是
在磐石上的建造，相信那真的磐石顶的建造，经得起考验，经得起考验。无论是风吹，无论风吹，是雨淋，来风哎呀来淋，是水冲，还是水来冲，也还是永存的，也还是永存的。所以这两件事情，这两行，在马太福音所讲的，在马太福音所讲的，用材是一样，用材材料是根基不一样，根基不相像，结果也不一样，结果也不相像。但是在哥林多前书所讲的，哥林多前书所讲的根基是一样，根基是相像，永固的根基，永固的根基，主耶稣基督，主耶稣基督，但是用的材料不一样，但是用的材料不相像，结果也完全不同，结果也是完全的不相像。在这两处的经文，就是两行的经，这两个一个是水的考验，就是主的考验；第二个是火的考验，第二行就是火的考验。我们晓得我们的生命。我们的信仰，我们的信仰，我们属灵的生活，所我们的生活，我们侍奉的工程，我们侍奉的工程，有一天，有一日，都要经过考验，拢要经过这个考验，用水考验的，用水来考验的，终于要被火来考验，终也要被火来考验，所以我们要留心我们的建造，所以我们要留心我们的建造，因为是里面的决定外面的，因为里面影响外面的，我们的动机决定我们所行的动作，我们的动机来证明我们所做，我们的生命决定我们的生活，我们的生命决定我们的生活，我们的生活决定我们的侍奉，我们的生活来注定我们的侍奉，就像保罗所说的，就像保罗所说，信心如果没有行为，那是你根基也没信心，信心如果没行为，这个工作是没有永存的价值，工作是没永存的价值，但是人有了行为没有信心，那有行为没信心也是一样的，也是这样的，因为如果一个人有行为没有信心，那些人有信心有行为无信心，就好像一个人有身体没有灵魂，而且就这些人有身体无灵魂，他的存活就没有价值，也生活就无用。但是一个人如果有信心，那是这些人有信心，没有行为，无行为，信心是看不见的，信心是看不到的，但是行为是看得见的，行为是看得到的，所以我们用看得见的，所以咱就看得到的，去思想到看不见的，去思想咱所看不到，因为所见的是暂时的，我们所看的是暂时的，所不见的是永恒的，所以我们看的就是永久的，所以我们不能在外面所以无论咱在外面，或者里面，还是里面，两样都非常重要。两项拢非常的重要。信心跟行为，信心跟行为，好像一条船的两个桨。就一条一只船的一个桨。如果你单单有信心没有行为，那是咧单单有信心无行为，你就团团转。你就咧遐滴蛇。如果你单单有行为没有信心，那是咧单单有信心无。因为没信心，你也是在原步原地踏步，而且你就好像在原地在地踏步，所以信心行为要同时 表现出来，所以这个信心是对人的行为表现出来，如果你有信心，那你有信心要叫人看见你的好行为，把人看到你的好行为，如果你有好行为，你有好行为，要叫人知道你里面有坚定的信心，把人看到你有真正坚定的信心，这就是生命建造的永存跟不永存的分别，回到我们刚才的经文，回到刚才读经的经文，我们知道保罗教导，咱知影保罗教导人，哥林多的信徒，就是哥林多的信徒，要注重生命的建造，要注重咱生命的建造，侍奉的建造，就是侍奉的建造，生命的建造，就是生命的建造，信仰的建造，信仰的建造，要让我们有永存的价值，让我们有永存的价值，就像保罗说，那就像保罗讲的，当跑的路我跑尽了，我应该走的路已经走，所信的道我守住了，我所信的道已经守掉了，美好的仗我打过了，然后剑我已经拍好了，从今以后，对战以后，有公义的冠冕为我存留，有冠冕是我，如果我们走过一生的道路，那咱走过咱一生的道路，庸庸碌碌，庸庸碌碌，扑扑空风尘，扑扑空点点，患得患失，患得患失，到后来，到后来呢，两手
空空，两个手，两手空空，两袖清风，两袖清风，什么都不能带去，是什么物件拢要带去。我们的一生就是空度了。但一刻用是安尼白白度过去。所以你不要虚度你的光阴。就念当虚度你的光阴。做一个百战地图。就你百战多地图。没有为神成就任何事情的人。不要为上帝来成就任何代志的人。我们晓得一个人的美好的开始，咱知一个人美好的开始是成功的一半，是成功的一半。但是开头好，你开始的时候好，结尾不好，结尾不好，还是一样，还是相像的，事半功倍。就你也功劳就安尼废去了，徒劳无功，徒劳无功，半途而废，半途而废，非常可惜，非常的可惜。我们晓得人的结局，咱知一人的结局，就像一个人的生命一样，有的人有好的开始，我有好的开始，没有好的结尾，没好的结果。有的人开始不好，有人开始不好，但是后来改正过来了，到后来更好了，越走越好，哪行哪好。这个是有无始有终的人生，无始无终的人。但是有些人，有的公司有寡人，一生非常平顺，非常蒙恩，我想尽平顺，非常蒙恩，他蒙神的爱，你蒙上帝的神的福，弟兄的好，他成为一个有始有终的人，讲到这有始有终的人。但是我们知道，拢是咱知影，我们的主耶稣，咱的主耶稣是无始无终的主，无始无终的，就好像麦基洗德，就麦基洗德啊，他既无生之死，伊无死诶，无经过死诶，生诶开始，死诶开始，也没有命之中，就是命诶之中，所以像主耶稣一样，天主教耶稣是，昨日今日到永远是一样的，今日做一个永远是一修行。一个人在建造属灵的工程，一个人在这个属灵建造的工程，有永存的价值，有永存的价值，他会学会一学会。以不变应万变，不变应万变，并且在万变当中，万变之中找到生机，找到这个生机，做一个吃的苦，做一个吃的苦，耐得牢，要忍耐了，忍到熬煎，要忍耐了熬煎，受的攻击，做刚接啊，获得真实，获得真实。丰盛的人生，丰盛的人生，让他的生命可以发出荣耀的光辉。人生没有发出光荣耀的光辉，不但是力上加力，但那力上加力，福上加福，福上加乐，福啊福，荣上加荣，荣上加荣，而且是乐上加乐，而且是乐上加乐。当人发明陶器的时候，当人陶器，陶器的时分啊，他用地上的土，用一用地上的土，做成宝贵的器皿，像做一个宝贵的器皿，然后放在火里面，一下在一个火里面。当陶器被发现以后，当这个陶器发现了，那个陶匠怎么说？就那去师傅安怎讲？火啊，用火啊，给我更大的火。哦，我搁较大的火。因为我的陶器真的要成型。啊，我这个陶器要是成型诶。基督徒也应该有这个态度。就你基督徒应该有这款的态度。让你生命真正产生价值的时候，你生命产生有价值的时候，不但要成型，不但要先成型，并且要发出坚定的明亮的光彩。你叫你发出的。因为信心经过火炼以后，信心经过火炼了，要显得更加的坚定，要更加的坚定，木不雕不成器，木不雕不成器，玉不铸就不成宝，玉不雕不成宝，不成宝啊，子不教不成才，就是做囝无教不成才。但以你的三个朋友，那是你一生的朋友。但以你，但以你的朋友啊，撒德拉米撒。哈拉米撒，撒德拉，他哈拉米撒，亚伯尼哥，亚伯尼哥，他们被丢到火炉里面去的时候，火窑里面，当时呢，王因为盛怒之下，就王真烧起去，他把火加了七倍的热，将这个火给七倍烧，连抬他们的人，连工野人，还没有把他们丢进火窑里面，丢进这个火窑里面，靠近火窑口的时候，靠近这个。靠近这个火窑来，都被烧死了，都被烧死了。但是但以理的三个朋友，就是但以理三个朋友，撒德拉、撒德拉、米沙、米沙、亚伯尼哥、亚伯尼哥，他们进了火窑，进入这个火窑，不但没有被烧死，但都没被烧去，而且他们在火窑里面行走，而且在这个火窑里面在那走来走去，有另外一位，有另外一位。
像人子的耶稣，就像人子的耶稣，与他们同在，与他们同行，与他们上当行。所以当他们出火窑的时候，当人出火窑的时候，头发没有被烧掉，他们没有烧，连身上没有火窑的味道，连连辛苦没就没烧，没觉得去烧。超大一只会出名啊！因为上帝他们同在，因为上帝跟同在。为什么他们能够这样坚强呢？为什么现在坚强呢？因为他们决定不要拜偶像，因为因决定不要拜偶像，不要向王所立的金像下拜，不要亲像向这些王所立的雕那个偶像来拜啊！他们说了一句话，一讲这个话，王啊，要王啊，我们相信神会救我们脱离你的手。我相信上帝要脱离你的手，既活不然，就是难难事啊！我们也不会向你的偶像金像下拜。我那不要向你偶像来拜拜。他们这样坚定的心，用这样坚定的信心，怎么能胜过一些的艰难？赢过一切艰难，就是经过火窑，经过火窑。比金针更加宝贵。有时候上帝允许我们，有时候上帝应许了，在生命的过程里面，生命过程里面，经过火的熬炼，但是我们经过熬炼以后，我们的信心要比金金更加宝贵，我们的信心比金金更加宝贵，发出明亮的光辉，叫神的名得到完全的荣耀，我们感谢主。中国人有一句话说，中国人有一句话，大器晚成，就是大器晚成，人要成为大的财器材，人要成为很大器材，要经过许多的忍耐，要经过很久很好很久的忍耐，熬炼苦难，他才能够在神面前纯净他的生命，因为圣经说，不要自欺，因为上帝是轻慢不得的。人种的是什么？人种的是什么？收的也是什么？收也是什么？顺着情欲撒种的，就顺受欲也种的。啊，必从情欲受败坏。必就从这个受欲里面的受败坏。那是顺着圣灵撒种的。那从叫圣灵也种的。必从圣灵得永生。这都要对。圣灵的应许，圣经也告诉我们，圣经也能讲，就是你们为了信仰的缘故，就决定为了信仰的缘故，被浇灌的时候，浇灌的时候，你也不要怕，你也免惊，因为到时候，你到时候，神会把话放在你口里，上帝要将伊要讲的话放在你的口里，使你知道怎么样来回答，我你怎样做来回答，在诽谤神的人面前，在诽谤上帝的面前，在古代上帝本被。百姓面前，你口袋上帝拯救你，拯救你，上帝拯救你，脱离一切的苦难，脱离一切苦难，胜过一切的艰难，要经过一切苦难。但以理被丢到狮子坑里面去的时候，但以理让陷在这个沙亚洞里面。有人说，有人讲，因为上帝封住了狮子的口，上帝。封掉伊沙亚的嘴，所以但以理为了他的信仰，但以理为着这个信仰蒙保守，蒙保守。但是更美的解释是什么？就是不所以结局是什么？但以理是一个硬骨头的人，就是但以理是一个硬骨头的人啊，狮子不敢吃他，就是沙亚都不敢吃。但是最好的解释是什么？但以理本身在圣经上写明他像狮子的王一样，就是。但以理本身显明亲像这个狮子王一样，他进到狮子穴里面，伊予人遐伫这个狮穴里面，狮子怎么能够吃它呢？这个狮子安怎会晓通食伊呢？为此我们看见，予咱安尼看见。如果你用金银宝石，那是你用金银宝石来建造你属灵的工程，那是来建造你属灵的工程，来在主耶稣的根基上建造，那在主耶稣的根基上来建造，神会保守你，上帝会保守你，使你活出一个活的见证，你有像这个活的见证，蒙恩蒙福蒙爱的见证，蒙恩蒙福蒙爱的见证，并且是一个得胜万难的见证，这就是得胜患难的见证。愿神帮助我们，愿神上帝帮助我们，信心坚固，让咱信心坚固，百折不挠，你该折不挠，一功尽瘁，一功尽瘁，赴汤蹈焉，赴汤蹈
死而后已，就是勇往直前，用勇往直前，靠恩得救，靠恩得救，神必定保守你，上帝必定保守你。愿你在多苦多难的世界上，在这多苦多难的世界里面，活出基督徒的真正有价值的生命。活出这基督徒应该真正有价值的生命。在你生命属灵，和你生命的属灵里面，侍奉工作上，在你侍奉工作上，做一个无瑕无疵，做这个无瑕无疵，诚实无为，诚实无为，诚实无为，而且是啊。无可指责的，就是无可指责的人，美好的见证，美好的见证，愿神保守你，愿神保守你，愿你一生的建造，我的一生的建造，是一个经得起考验的建造，经得起考验，是一个荣神益人的建造，荣神益人的建造，是结果尽存永恒的建造，就是结果永存永恒的结果。愿上帝这样赐福你，愿上帝安尼祝福你。阿门，阿门。我们低头祷告，咱参加祈祷。主啊，你知道我们是软弱的。主啊，你知道我们是软弱的。我们是无能的。我们是无能的。在我们身边常常有无奈的时候。我们身边常常有无奈的时候。但是你是我们真正的救助者。总是你是我们真正的救助者。你是我们即时的帮助。有你帮助。因为你是升入高天尊荣的大祭司。因为这是高天尊荣的上帝。你并未不能体恤我们的软弱，你并未无体恤我们的软弱，你是反次受过试探，因为你犯罪能体会体察，与我们一样，我们受强，只是你没有犯罪，总是你没犯罪，所以在我们受苦难的时候，我们受苦难的时候，你必救我们脱离一切的患难，有的救我们脱离一切困难，给我们得胜的力量，我们得胜的力量，给我们得胜的勇气，有们得胜的能力，得胜的力量，愿神保守我们，愿神保守我们，跟随你，跟随你，坚定的依靠你，坚定依靠你，你要做我们即时的帮助，对你做我们即时的帮助，叫我们在经历各样的苦难以后，我们在经历这款苦难的时候，锻炼我们属灵的生命，锻炼我们属灵的生命，比金针更加宝贵，比金针。让你名得到荣耀，感恩不尽，感恩不尽，奉主耶稣圣名，奉耶稣基督圣名，阿门，阿门。我们讲到到这里，咱讲到到这，唱诗第四首，唱诗第四首。我们福音堂，咱福音堂自从建立开创直到今天，最开始建立到现在，我们从来没有向人伸手要一分钱。咱从来无伸手给人提
给人要提出分钱，都是上帝的恩典，拢是上帝恩典。接着弟兄姐妹蒙恩，上帝姊妹大家蒙恩，回报神的恩典，来回报上帝恩典。实行十分之一的奉献，实行十分之一的感恩的奉献，感恩的奉献，特别的奉献，特别的奉献，使我们教会没有缺乏，我们教会无欠缺，并且为了连续。许多需要帮助的人，而且为着领受需要帮助的人，我们的仁爱金从来没有缺乏。哦，咱的仁爱金从来无欠缺。除此以外，我们也有这个帮助需要的人的奉献。如果好像有帮助有需要的人，就是弟兄之爱的奉献，就是兄弟姊妹之爱的奉献。直到今天也是一样母恩。直到今天也是这块的母恩。除此以外，为了广传福音，为了广传福音，我们有差传的奉献。为了有这个差传的奉献，神也这样恩待我们。上帝安也是安尼恩待人。我们感谢主，咱感谢主，因为主有说不尽的恩赐，因为主说不尽的恩赐，正像主的应许，来，正像上帝应允，多种的多收，多种的多收，少种的少收，少种少少收，这话是可信的，有点是为是可信的，所以我们知道，我们就是借给帮助穷人。我们帮助穷人，就是借给耶和华，就是借给耶和华，主会加倍的赏还给我们，加倍赏还的。甚至我们把种子撒在水上，甚至将咱种也直接追上，水把种子带到远方去，就种子你追上带到真远的所在，种子带那里落土在哪里生长，你到位落土在哪里生长。这都是神的恩典，这都是上帝恩典，求神继续使用我们，求上帝继续使用我们，叫我们成为一个分享神祝福的教会，就让我们分享上帝祝福的教会，直到这个疫情过去，等到这个疫情过去，我们可以恢复正常的主的崇拜，也要恢复正常的崇拜，也可以扩展神的国度，要扩展上帝的国度，建立神永恒的工作，建立上帝永恒的工作，求神赐福你跟你的家，上帝祝福你跟你的家，给你健康，健康，给你力量，快乐，给你喜乐，给你平安，平安，给你丰盛有余，丰盛有余，叫别人因为你得到神的祝福，愿神这样使用你，愿上帝安尼使用你，使你一生蒙福，你一生蒙福，并且成为多人的祝福，我听着最多人的祝福。阿门，阿门。请各位站立，我们唱诗第五首。咱站起来。点诗第五首。我们领受神的祝福，但愿仁爱、平安、信心从父上帝并主耶稣基督归你们。
并且诚心爱主的人，蒙圣灵丰丰富富、充充足足、荣荣耀的祝福，直到主再来，直到永永远远。阿们。